这么小一块，我能力大大的要不要哇，这么大。你也找不到行行行行
重庆酸辣粉，重庆酸辣粉是重庆传统名小吃，现有名气可比化身。华南四川的著名小吃，东北老虎有没有属虎、属老虎的朋友？选择专属作品，非常棒的一个大福，大福啊！老虎摆正之王，上山虎生官，下山虎发财。 如虎喜欢虎的，绝对是不客气。送什么钱？不能无底价了啊！给你一个心动的报价，举手的理由。150元最低报价，真是中奖券。有喜欢哪种？今天两种作品没有无底价的啊！大家给的价格都太低了，150元有考虑吗？有没有喜欢的？150，老虎有喜爱的，东北老虎画的非常细腻啊！150一套，150元钱第二套。 150元钱，最后一票，你知道？有没有喜欢的？收回，对，你取晚了，不给你了，收回了啊，不给你了，收回，取晚了没有啊？150块钱小了，装裱费就200，他出150肯定没人加价啊，这正常一个200元钱成交，还是高成本。 来，下面展示我们作品，这是富贵和平啊，哥哥富贵和平的寓意，牡丹富贵荣华，工笔画画的非常棒的啊，富贵和平的寓意，市场报价呢，这幅作品不到1000，钟表这是200，120块，我喜欢，120元富贵和平，画家里都背景墙都漂亮，120元啊，啊，120元一套。 120元一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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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0元一套
Thank you.
江南名吃，杭州美味，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，是老北京人的传统饮品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。请留宵食啦！